尊贵的是否顾问完善吉祥，尊贵的会长完善吉祥，尊贵的诸位大的同学们完善吉祥。今晚我们一起共同来礼佛忏悔，忏悔邪淫以及管制的恶意恶习，虽然一切的恶意恶习，忏悔速的究竟清净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善男子，若不修行十圣业道，摄经十方一切佛土，微尘数劫，自号大乘，或说或听，或但发心，或发誓愿，终不能证菩提涅槃，亦不令他脱生死苦。善男子要有修行十圣业道，世间方有诸刹帝利、婆罗门等大富贵族、四天王天，乃至非想、非非想处，或声闻乘，或独觉乘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皆有修行十圣业道品类差别。是故善男子，若欲速满无上正等菩提愿者，当修如是十圣业道，以至庄严。非住十恶不离矣者，能满如是无上正等菩提大愿。若求速悟大乘境界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速满一切善法愿者，先应护持十圣业道。所以者何？十圣业道是能安立一切善法功德根本，是事出世胜果报应，是故应修十圣业道。忏悔邪淫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他爱邪淫伤害无量众生；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邪淫伤害无量众生，以此为因为种为根，招感四种苦恼之事。一者招感六根不调，欲火炽盛；二者招感眷属不和，常为己意；三者招感恶名远扬，众所骂辱；四者招感自己夫妇常被人亲，后入地狱恶鬼畜生，恒受其苦，遭感外报，恶风、恶雨、恶沙尘埃。思维至此，毛骨悚然，诸种苦报实难受起。仰仗是否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是否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忏悔管制，恩师爷，业障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了，一旦成熟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管制伤害障碍无量众生的好。有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毁佛、毁坏佛像、灭法、篡改佛经，管制遏制僧侣及学佛大众轻佛慢法、轻师慢法等一切的业障报障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是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罪业消除，众业清受，故于今日皈依是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
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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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归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归依阿弥陀佛。南无归依阿弥陀佛。南无归依阿弥陀佛。南无归依宝性佛。
那么皈依宝现佛。那么皈依宝现佛。那么皈依波陀摩僧佛。那么皈依波陀摩僧佛。那么皈依波陀摩僧佛。那么皈依狮子吼佛。那么皈依狮子吼佛。那么皈依狮子吼佛。那么皈依毗婆尸佛，那么皈依毗婆尸佛。那么皈依毗婆尸佛，那么皈依宝胜佛。那么皈依宝胜佛，那么皈依宝胜佛。那么皈依宝相佛，那么皈依宝相佛。
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迦叶传佛。南无皈依迦叶传佛。南无皈依迦叶传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声闻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声闻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声闻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
然后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皈依普贤菩萨，那么皈依普贤菩萨。那么皈依普贤菩萨，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皈依观世音菩萨，那么皈依地藏菩萨。那么皈依地藏菩萨，那么皈依地藏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，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，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那么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卷根本金刚上师无相好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那么皈依除盖障菩萨。佛说十圣业道经云，若离邪淫，即得四种自所战法，一者招感诸根调胜，二者招感永离宣调，三者招感世所称叹，四者招感自己夫妇不被人亲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得佛丈夫隐秘藏相，是故发愿尽未来际不行邪淫，伤害一切众生，远离邪淫，令一切众生正见正行，祈求诸佛三宝摄受加倍，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念念之间，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，清清净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受容佛种，发无上心；自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归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。祈求法界一切众生
十个因，十个缘，十个果，速得消除。十圣因，十圣缘，十圣果，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出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安乐。好，今晚礼佛忏悔的活动到此结束，感恩诸位，学习赞叹大家如理如法礼佛忏悔的一切殊胜功德智慧之能力。好，默许听持空想发满，谢谢大家。